位于中环的这间米线小店主打药膳养生汤底，以十几款药材包括红枣、当归、笔记、党参、杞子和鸡壳等，熬制超过五小时而成。招牌菜有养生农场鸡米线、鸡肉嫩滑，味道浓郁。至于这款加入桃胶，口感就爽滑烟韧。还有这一款药膳牛肉，就用了炖焗胶体的方法，将牛辣条炖至软腍入味。另外还可以配两款冷泡茶，新春解渴。